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彼此眼里交换勇气。您的订单已经在做了啊，没错，是这个月一定能过去。是的，给我订个抹布。哎，那个 U 盘借我一下，拿过来。哎，对对，就这个，行，放这儿了。好嘞。这会儿你直接去吧，老刘，我这又整理好，你又给我摆弄乱了。顾总，你是在找双胶吗？没有啊。你早上不是还买这个止痛贴布，不是要给双胶的吗？是啊，我是作为一个领导体恤员工，怕他因为身体状况影响了工作。哦。顾总公司的清扫工作真是专业，新的办公室被收拾得特别干净。顾总能否商量一起吃个饭，让我当面答谢一下？哎，金叔，哎，国运娱乐的单子，你是派人工部去的吗？啊，对，智能部那边啊满负荷了，所以那派谁去的？王姐、小刘，还有双娇。顾总，您是担心双娇培训？我担心他干嘛呀？我出去一下。你这个是要给双娇的吗？送你了。你脚不是受伤了吗？为什么还跟人工部来国运娱乐？我脚已经好了，顾总。你放心，我绝对没有在外面接私活。虽然我可能以前会同时打好几份工，但是自从我来公司之后，我真的对公司忠心耿耿。我除了公司的工作，我没有干过别的工作。顾总，顾总，你别激动啊，你这是很危险的。顾。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别动，你受伤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手腕中度扭伤，目前韧带部分撕裂，现在受伤的部位严重肿胀，我们需要节制运动，每天坚持冰敷，然后住院静养。顾总，顾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你的顾总已经因为你住院了。如果你但凡有一点自责，就不要再打扰他休息了。我就是想过来给他道个歉。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。好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休息。顾总有洁癖的事情，公司上下都知道。他但凡是碰到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或者与人接触，都会很难受。你还这样过分的越界？他洁癖症这么严重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顾总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有。你现在道歉没有用。顾总生病，公司上下所有业务都会被影响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的话，那你就赔偿他所有的医疗费、精神损失。李东贤，顾总他需要静养，王小姐，我先送你回去。你干嘛啊你？哎哎！你也回去吧。不好意思，王小姐，顾总他受伤了，他不喜欢这么吵，所以我先送你回家。你干嘛隔着一层西装抱我？你也有洁癖啊？没有了，我是怕你走光。是双娇，你真的是个笨蛋，全公司都知道他有洁癖，就你一个人不知道。你说。你现在还能做点什么？做骨头汤啊，这东西管事吗？怎么不管事啊？伤筋动骨必须得补，吃啥补啥绝对靠谱。最前面，谢谢。一定要注意啊！这个药吃完之后，记得多喝水。你怎么才来？不好意思啊，太堵了。我在医院说的那些话过分吗？有点。明明就是视双娇，她不懂得审时度势。他连顾总的忌讳都不知道，像他这种人，无论到了哪家公司都混不下去。但石双娇才刚进公司不久，他对公司的事其实不是那么了解。他在公司工作是非常认真的。服务员，再加一杯饮料。好的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我朋友很快就来了。我看你在这喝了三杯了，你朋友今天不会来了。你好，再给这位美女加一杯。好，请。就当是我对你的赔礼。你赔什么礼啊？跟你又没有关系。当然有关系了，哄美女开心是我的责任。我不需要。这人呢，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需要两样东西，就是酒和树洞。你如果实在介意我的酒的话，就把我当成树洞吧。我以后会每天都过来给你送汤，直到你康复为止。他的善良总是让任大姨抗拒，想要接近。
我该不会被他打动，对他免疫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给你。我想咨询一下，就是我的洁癖症有没有可能遇到特定的对象然后免疫呢？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可不常见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就我有一次和他有一个特别亲密的接触，然后在那个当下就有很大的反应，就昏倒了。但之后的接触我发现我好像免疫了，就一点恶心的感觉都没有。你指的亲密接触是？嘴巴碰到嘴巴，他不小心亲到我。那当下有很大的反应，但之后的接触发现没有任何的不适，所以我想跟你确认一下，我的洁癖有没有可能因为特定的对象产生了接触免疫？在不清楚具体影响之前，我建议你最好和他保持距离。每一次发病都是与外部环境和自身状态紧密相关，接触免疫是治疗过程中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，不是由一两次偶然例外决定的。所以在没有专业的心理人员陪同的情况下，我建议你最好不要与你说的那位有过于密切的接触，以防产生更加严重的应激反应。好的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说的这个男人眼光怎么这么差？可不是嘛，从来没有人这么无视我。其实有眼光的男人一直就坐在你身边啊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哎，王倩倩，我都追了你三年了，你是在考验我？